飞利浦自主申霸其实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一开始装上去，这真的是有一点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低频实在强得太夸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麦氏，我是 Rock。今天呢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飞利浦他们家的申霸 Tab 8967。5.1.2 声霸系统，那相信大家对于飞利浦的声霸并不是这么的了解。相较于声霸，他们家的电视 Ambilight、OLED 这些产品，可能在广告上常常的去打到你。但今天我要讲的是飞利浦他们家的旗舰级声霸。这组声霸呢，我们先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设计。面材呢，采用的是一个金属网罩，机体是采用一个金属式的外观设计。环绕跟主喇叭都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是采一个斜边式的设计。那重低音呢是采用木箱的设计，单体的部分中音中置的部分是采一个高音以及一个全音域，左右主喇叭也是一样的。那再来天空声道呢，它是采用两个全音域高音全音域单体，环绕也是一样，都是各一个。环绕的部分并没有天空声道这部分跟特别跟大家讲一下。再来重低音，它是采用一个八寸的设计，八寸的低音弹体设计。那这支声霸的它的长度呢，来到了112公分。如果说你是大概是43寸或是48寸左右的电视的话，你放上去你会发现它稍微大了一点点。我会建议你50寸以上的电视，其实它都是够用的。家里面的距离如果是在3米以内，我会建议你买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 CP 值很高。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。先跟各位讲一下连接的方式。飞利浦呢，它这支支援了 ERC 以及两组 HDMI in， 一组 USB， 一组 AUX， 还有一组光纤，更提供了一颗 WPS 的 WiFi 连接按钮，更让你可以比较方便的去连接家里面的 WiFi。连接好之后，你的那个 Apple Music、Spotify、KKBox 都可以借由它的 AirPlay 2、Chromecast。蓝牙 5.0 这些连接方式来去播放你想播放的音乐。那这支声霸呢，它提供了5组 EQ 设定，4组是原厂设定的 EQ， 那分别是人声、电影、体育场，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？音乐，好，总共4组，还有一组自定义。那遥控器上面呢，更有附加了一个所谓的 Atmos 的一个强度的调整，以及重低音的调整的按钮。那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自己个人的一个使用心得齁。飞利浦自主声霸其实来到我们家的时候，一开始装上去，这真的是有一点吓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低频实在强得太夸张了。刚放上去的时候呢，我会觉得它的人声稍嫌不足，低频过强，声音有一点扁平，这是我一开始的一个心得感受。但主要我要讲的是，我经由看了《睡魔》这部片。他在大概是一分开始第一集开始一分钟左右的时候，还有鬼影特工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飙车场景的时候呢，我是用这两部片分别测他的低音以及环绕。我会觉得说，你可以用遥控器上面的设定去把他的 Atmos 的强度给加强，把重低音的强度给削弱，甚至削到-8或-9这个区间，聆听感受会比较好一点。因为它在震铃的时候呢，其实低频是强到让人有一点不舒服的，但它的环绕说实在的真的是稍嫌有点乏力。如果说是以摆在这个位置的话呢，可能就要+3或甚至到+4这个区间。那特别讲一下，环绕之间它是用 RCA 线去做连接的，原厂有附这条线呢，大概是4米长。那左边的主喇叭是它的主要连接的主体。那左右主喇叭只要接一条线，其实这样就 OK 了。那讲回来，刚刚的聆听感受，低频过强，中音不足，还有环绕稍嫌美中不足的地方，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经由它的 EQ 去调教。我是怎么调的？我是第一个 EQ 调到 Movie， 第二个人声加强2 dB， 环绕加强3 dB， 重低音-9 dB，Atmos 加到3。总结一下。这支声霸呢，它的建议售价是在24,900块钱。以同机具来说，不管是 Sony 还是三星，甚至 LG 其他的竞品来讲，飞利浦的这个价格其实是非常的无敌的。
它拥有环绕，拥有八寸的低音单体。那以 CP 值来讲，真的就如网上大家所说的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。欢迎各位来到我们麦式音响来去做试听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你们来信来讯。这部影片希望你们帮我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ck， 我们下部影片见。